挺巧的，大家来个掌声鼓励鼓励，来吧。对对对，黄金搭档头一次来，对对对，每次啊都是他们单独来，这回两这回两口子一块到这来，肯定精彩，不容错过呀。对，忙，那还等啥，露露？那这样，跟两位介绍一下，他们两个人呢，平时是夫妻，在台上是一副架，很默契的，也是非常优秀的二人转演员。要不要先让他们？给他们展示展示啊，你会怎么安排一下？露露的意思，两位，我想就是简单讲，就他们给您先示范一下，待会儿您所要学的这些动作跟这个二人转里头的一些基本功，好不好？请两位老师先给我们示范一下。先来哪个？先来这个，咱就不要了。好吧。看着让人瘆得慌。这样，我求你点事行吗？啊。哎呀！我跟毛毛握个手。哎呦，还自拍。我不用他拍，我自己来还不行吗？我这一看，这不过也不行，还有生命危险呢。这行，这是假的，要真的我可受不了了。接下来呢，还是他们的基本功，这个扇子和手绢都带来了，好啊、扇子和手绢，让两位嘉宾感受一下我们东北二人转。什么情况？我们一般呢，情况下都是先练这个手绢，练一下啊。来吧，手绢，这个非常的不好转，对，一般没手转不了。那是没手，用脚也转不了，反正。他这个是布做的，对，你看这挺帅。哎，你看俩人还挺齐顺，你看什么？是他一副劲儿，他俩看什么？太默契了，动作。真是。你看看，你看这玩意儿，你看这玩意儿。风火轮哎，哎，从脖子上布。来，快来个绝的是吗？哎，要传递吗？走。两位要看一会儿，你们要试一下。对，这是基本功啊。哇，嘿，你看这玩意儿。基本功啊。往后。还指挥。哎呦。哎，你看看。哎。大龙给他来个绝。